淘米煮饭喽，插上电开始按这个煮饭。今天就是去学校卖那个钵仔糕回来，在沙发上都睡着了。我都有段时间没在家煮饭了，刚才打电话给妈妈叫她过来。这边吃饭，我把饭煮上。这个是刚才那个淘米水，现在我把它泼在那个地里面。中午的话，太阳太大了，不能浇水。买你奶啊？回去才，俺那吃火锅了。啊？那吃火锅了。你淘的野菜过来。在马路上跳那个街上去走啊！你看到了？你总干嘛啊？哇，妈妈还拿起菜过来，如果是磨鱼豆腐，赶集的时候买耶。不知数学书上从哪冒出个这个是豆腐，她说拿过来把它吃了，得放两天的话就酸了。这个的话是野菜，你没见过这种野菜没有啊？好嫩的野菜，这个野菜看到好嫩啊，这个叶子绿油油的。现在下午啊，坐在外面吹风，好凉快哦。妈妈过来，她就看着这些菜，这些有些苞谷啊、豆豆啊，在开始升起来了，开始长起来了。这个枇杷树是娃儿他爸爸买来栽的。妈妈说她长偏左这边过来啊，应该想办法给它长直的。搞三棵啊！一天我看到就有棵树要落着，生了。有几个菜籽，妈妈说把它就是戳了，放在地里面，给它长起来的话，吃那个菜养养。还有几个辣椒，我也没有买那种菜，就是都买好久了，放到去的。拿辣椒来炒那个包谷，我把这个辣椒切切。就是炒辣椒的话，都要喜欢放西红柿，搭配到辣椒和西红柿搭到炒，这样子，还有反正就是。贵州的吃法吧，就是放辣椒就放西红柿，和它搭配，超级好吃的。开火用这个电磁炉来炒，用这个猪油。我们贵州的话都是吃这个猪油多一点，我们不喜欢吃那个菜植物油。给油融化就放那个，放入这个大蒜，放入这个苞谷。没得了，这个苞谷的话，就是去年子妈妈点的，吃完了。今年子的话，要等今年新的出来才有得吃。好了，炒得了，把它穿起来。两个蛋下去。摆桌子吃饭了。火腿肠炒这个玉米，这一锅是那个大杂烩，就是那些野菜啊、豆腐啊、魔芋啊的。吃饭了，朋友们，来我家吃饭了哦，应该是吃晚饭了。我这个个个都喜欢吃这个苞谷，还没上桌子都叫他们干完了。小孩子就是这样，啊，刚刚上桌子，他们喜欢的菜就被他们赶完了。